可以啊嗯，，Hello，Hello，嗨，大家好，大今家。天我们是在斗湖，我们在这间 Dreamland 老板娘的店，然后老板娘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为我们只是知道你叫老板娘。我是黄胎，黄太，OK，黄太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斗我湖人在，吗？不是，我是西马人来的，哦，你是西马人来的。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哦，你是最近你的脚有那个伤口，是你是怎么样认识到这个朋友会介绍到你的？哦，我去看医生，看很多医生了，看不到，然后我走去 Doctor Joe 那边看，都遇到一个我的 regular customer 那个，丽芬，啊，后来他就看到我这样子，他就介绍这个产品给我吃，OK，然后他介绍这个产品给你的，当时你就直接有去见安娜了，就直接讲可以啊，还是想着，没有，直接他叫我来，阿芬叫我来，我直接试他的产品了。直接是他产品，因为已经看了很多医生了，听是说你已的，经看遍我们 KK 全部的医生了，啊，是哎，不看是很，KK，我们沙不是巴啊，，OK，看很多医生了，在然后。医院也是很久，洗伤口也是很久了，啊，这样，那些医生通常都跟你说什么？比较难好，比较难好，因为什么难好？他讲他怕我有糖尿病，弄到这样。我讲我本身我没有糖尿病的，OK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那个他的伤口看到吗？这里，OK，红红，然后有点带黑哦，有点是带啊，黑，然后那个伤口好像越洗越大个，是对不啊，对？他医院他一直叫我洗，一直不好，那个皮肤一直跟我样子剪，越剪都越大了。越剪那个伤口就越大。然后你是这个问题多久了哦？有2个多月了咯，2个多月。OK，好，这样子过后就是通过一个朋友罗丽芬，他就介绍到我们的一个达哥大的老板娘，就是我们的安娜。安娜，Hello，跟大家讲一下 Hello。Hello，他是在达哥大有一个原料店的，就是他介绍我们的这个老板娘，她就是使用了这个我们的产品叫雪罗多。我们这个产品你刚开始吃，好像还没有几见效哦。因为什么？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吃的？他早上，一偷偷就吃，2包2包先。下午跟晚上吃饱饭才吃，后来吃了一个月，一个月，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，他都又来看我。后来他叫我吃，6包，早上、下午、晚上。那时候才比较见效。这比较见效。刚刚开始2包的时候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它是这样的，还是还没有好了，还是有那个伤口，还是黑黑这样。过后呢，它一加了6包的时候，吃了多久？这个多久？一个月吧，一个月，一个治月，疗一个月。六包，OK，六包一个月过后，它就变成这样，好像很亮哦，这样子比较看到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比较看到好，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吃了一个月，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好完了？OK，好完了，已经全部迷完了，全部平完了。伤口没完了，OK。然后还有，你除了是用这个雪罗多，你过后还有掺我们的这个人口素对吗？这个酵素是，啊，吃了这个酵，听说你以前吃了多少年的那个内固醇啊？2年多了，吃了2年多内固醇，那时候你好像吃很多粒哈，吃多少十粒？二粒，一天12粒，是，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那时候，这个皮肤中了 virus，皮肤中了 virus，你吃了雪罗多再掺这个，好像听说你皮肤也是好哦。那个水肿都，水肿是什么？脸那水肿比较，消完了这边，脸的水肿啦，因为 steroid 长期吃 steroid。还有另外一个安娜有跟我讲，你皮肤后面有痒哈。它是生那个生那个癣呐，生癣，然后是吃雪罗多。还是掺着来，餐桌我不止一头都好像吃这个写的多，头头是雪豆，过后就掺着人口素，够你的癣就好掉。其实你们看哦，我们简简单单就吃两样产品，这个还有人口素，它把身体的每一样都好像调好这样，也是有意外发现到什么皮肤又好啦，脚的伤口又好啦，好像脸色也好了哦，对不对？也是比较有精力。这样对于还没有用产品的人，其实你有什么建议嘞？最好，
买一点来试下看，最好买一点来试下了、啊，成品哦，不一定要生病才来吃哈、啊，保养保健你的身体咯。嗯、好，这样我们谢谢今天、花时间跟我们一起做这个访问的黄太、然后我们下次希望再见，还有希望你们认识黄太哦，他在 Dreamland， 其实他这里的东西都蛮好吃的，所以招牌菜是什么？我们介绍一下招牌菜，来的招牌菜是。我们的椰子鸡，椰子鸡啊，跟那个螃蟹盖咯。嗯，只要是斗湖的人都一定要来支持我们的 Dreamland 老板娘，吃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要来吃。好，这样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OK， 拜拜拜拜。